哇，这是一个白色的螳螂呢。螳螂干啥呢？是自己呢。小螳螂观察完了，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 CD 机。这个呢是一个仿生学，就是仿生动物的设计。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的小螳螂的头啊，这是的眼睛，然后嘴巴，然后触角，舔舐。这个螳螂我们已经观察完了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放飞喽。小螳螂，拜拜。